好，欢迎收看这节产业快讯。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以永龄基金会创办人的身份和台大合作签署备忘录，希望能够延揽生医的人才，一同成立癌症医疗研究中心。起身握手，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台大校长杨盼植两人镜头前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告鸿海集团跨足生医再出击。每到春节前夕，一家团圆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因为癌症而离开我的身边的家人，内心总是满怀的不舍与一个宏大的心愿，要建设一个华人第一、世界一流的癌症治疗中心，争取全球顶尖人才，预计要争取到至少5名等同诺贝尔级的研发学者与数百名专业研究领域内学有专精的人才。手拿真才海报合影，接着又是启动合作仪式。郭台铭以永龄基金会创办人身份出席记者会，发出真才令，这也是继2007年捐赠150亿元给台湾大学设立癌症医学中心后，再度进军生医领域。所有的人事都到位，我是觉得现在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所以我要给大家报告说，为什么又来在还是真才？过去是有点好像说太早。那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近一个小时记者会，为了不失焦点，郭台铭会后快闪，马不停蹄的他，其实从一月初亲自前往美国 CES 参展后，市场传出返台前还特地前往加拿大和黑莓进一步探讨5年合作计划，虽然没有获得证实，不过紧接着26号登场的尾牙，也预计延续今年的公益圆游会形式举办。林松春富台北。